每一个笔画，每一个字，他都非常清楚的能够把作者他想表现出来的文字的这一个内涵啊，就能够充分的显在我们的这一个画面上。有了朝夕万象与丰饶大地，才有了不停掀翻滚。几乎这么300多首以来呢，那我自己啊，好像就跟这一个诗文呢、啊，在书写的时候是结合在一起的。